Hello， 大家晚安，你们好。我们今天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啊！看我现在手好抖，刚刚去洗了个手，上个厕所把手洗干净，确认我的手是白的，我也很紧张啊。开这种造价千万的账号，我都会紧张。来吧，今天他的目标我来讲一下 KPI 有三个，第一个他要合金瓦。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这次只要有金瓦，他基本上整体能力就翻身了。就远攻角色有拿到金瓦之后，双重射击跟三重指的爆发木乃伊发动很频繁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帮他合紫变，合一次紫变，四红合一紫。那第三个目标，他说帮他尬一下阿顿星盘，他说看能不能把这开下去啊。我觉得好紧张哦，72颗让我玩哎。我放松一下、哦、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他这只妖精算是台服 A 区前五大妖精的啦，他的纹样圈满的样子，一圈两圈三圈四圈，四圈满。那我们今天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最简单的就是先和紫变啦，因为后面两个都难度蛮高的。攻击多少？我完全在剑琴的预料之内啊！来，我来跟你们讲，剑琴都已经把观众会问的问题都贴给我了，我照他的问题回答就好了，他都知道你们会问什么了。来，在做之前先给你们看一下这只的机体啊 ，Set One 是抗晕装。抗晕装的攻击力没这么高，抗晕装攻击力只有192，但抗晕92%，打架用的抗晕装。第二套装备是正常的金变挂机装，攻击力204，然后抗晕没有那么高，这个就不是打架装，挂机装输出就够了，没问题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直接合，今天整晚高潮，先来合个紫变当个开胃菜。听说合紫变要11:59你们愿意等吗？在合之前，我们先来搞守护星。今天三个任务，守护星、变身娃娃各一次。那守护星今天剑琴本人说要开这一格全面减免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他需要多少条件。哇靠腰嘞，漫威啊，漫威六圈满啊，如果要比机体的话，漫威那只还是高于姐啊，绝对都开满的，差很多。1、2、3、4、5，15张骑手天元，看他们听你们老赛，他有8次机会，这里面有15张，我有1/2的机会帮他开到，如果8次都开不到，代表我真他妈的很黑。中间吗？今天这是一个命运的选择。好啦，今天起手天元，第一手直接天元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一发就中的话，那就代表我大丁丁真的是史上最 old 欧洲人。来，各位观众，起手天元下手，会不会帮剑琴大哥省了一堆守护星呢？就看这一发，感觉有机会。起手天元，死去。以后哪个王八蛋就叫我骑手天元试看看啊！你们以为你们在看麒麟王哦？右下叫小木，第二开好啦，右下，我现在真的很紧张。好啦，不管右下小木，右下叫小木，我们就右下角小木先开始。就你这一发炼金术，干你的炼金术，去你的奥里哈鲁根！6次机会，完了，我要被尾停笑了。上牌中间，好啦，这张，一只三冲了，没问题。一只三，如果帮他开到就省了。一只三，我操！文哥说一只四，真的假的？5次机会，倒数5次，文哥到底能不能全面防护？我操你们！守护星真的是这款游戏里面最让人肚烂的地方。哎，干，我死掉了。血迹啊，血迹这样子感觉会中哦。甜甜讲的左上角一之一，我们听前田，前田，我们的前田之点，前田，用前田，我从现在ban你300秒。左下角第二张，看我快没机会，我他妈剩3次，来吧，郑黑曜的一手 ，Go！ 现在最后2次机会了，看59分，我们等一下点先和59分了，59分，59分，不要讲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59分了，各位观众，合成59分紫变的传说。我们帮秦哥刷一波紫啊，希望他能够有紫色。真勇者没问题，59分的传说，准备在此开启，来吧，秦哥紫变，59分，你的垃圾传说，各位，我觉得明天你们可能很难再见到我了。
啊，我们继续回到守护星。干，最后两次我都没点到，我真的压力很大。干，我压力好大，我现在在流手汗哎。秦哥在不在啊？秦哥要不要自己选一张啊？秦哥，你要不要选一张？你死掉，我压力没那么大。二之五，这张我相信感觉。来，这张骨牌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搓牌，要搓牌。干，秦哥，你不要，这感觉是末日前的红包。感谢，感谢秦哥。来吧，直播最后的大红包就在今晚了，拜托，给他一个天使吧，不对，给他一个宙斯吧。宙斯降临了，最高境界。好，最后一张，我们二之二，最后一发，老板之点，二之二。我们听老板的，二之二。不要不要，现在外送留言，现在按电铃的我一律不开，全部送过来都不开门。这张没中的话就等 TJ 了。爷爷救命，听老板的。干，操你妈的宝弟，干，我二分之一都点不过，干，垃圾新盘。我好紧张。我们现在今晚最后一趴。秦哥，我手上有一批很便宜的祝福卷轴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回六区，我帮你准备好。起始之点从哪里开始？这是一切惊变传说的开始。我们就去古鲁丁村庄合成。看这几个不会在合金瓦吧？这个传说中的窗口，上帝为你开了一扇窗，就是要你合金。我们的剑琴大大借这个穴位得到他人生第一次金变。来了，我们今天正式起航，人生才刚开始。文哥说他不要再文哥他琴，如果中了，我愿意为了剑琴带一次女装直播，可以吧？这个祭品我个人觉得蛮大的，因为我其实不打算带女装了。如果剑琴他中了金瓦，我会为了他特别开一场女装直播，并且走上街头。好，这个祭品应该很有诚意了吧？我不是兴趣，那不兴趣，真的不兴趣啊，真的不是兴趣。我已经说过我不会再穿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祭品，因为我说过我不会做的事情，我就不会再做。好啦，走吧，各位观众，先刷个金色啊，任何金色的东西都可以刷起来，有没有金色闪电给它闪起来？你们都是这一场节目的演员之一，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好好的做完这场表演。12:09，我们当下一分整点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即将按下去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神使伺服器剑琴哥在今晚即将成为惊变金娃的男人，合成。谢谢订阅，叮叮。感谢订阅，这个节奏，这个感觉，这道光芒，金娃再次降临。准备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，进。有没有金色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闪电？干他 ！No！ 他有没有干特？干特他没有用，近距离暴击不是 PVP 减免，他没有用。哇，各位，今天可能是我直播生涯中前三紧张的场次之一了。我们问一下秦哥，这张卡他要留还是要转？真的要转，他说要转卡欸，干！秦哥说要转卡，可是你秦哥你只挖只有三张欸，你这个几率是3/9，扣掉自己的1/3的几率，要赌吗？1/3的几率，他叫我转了，好吧，我就转。来吧，自信之转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1/3的机会转到重复的卡，准备重新抽取，各位观众。准备了，叮叮小鸡鸡转到重复的鸡鸡，卡，重复的有啊，只有冰女，救冰女，救给她冰女，救给她冰女 ，nice 啊，重复的，哇哦，重复的，里面有4张没重复的，我中这张重复的，我今天 KPI 居然在转卡上面达成，好啦，那我们。秦哥虽然没有 TJ， 但是帮他搞到一个。我讲一下啊，代表他35天之后可以 TJ 一次。TJ 一次如果没中金，再一直挖，他如果再转重复，就可以再拼搏第二次。如果他第二次又没中，
他会再当紫娃，如果他再转重复的三周年再拼一次 EJ， 所以老板今天拼了。剑琴哥他今年绝对拼下去，为了一张金娃，牛逼，真的牛逼，真的牛逼。只有大课长才会这样玩啊！如果是我啊，有什么我就收什么，我还转呢、欸。好啦，感谢你们。那我们现在把账号还给琴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